是公馆列车长的112年哦，3月4号，台北站北街口，快到嘞。2:44总排的是11点钟，宜兰发车叫宜兰线，开往北湖。哦，宜兰80吗？80，我想想错，我没记错。发展没结果。开启车门。这是转台北捷运，刚刚那班是四点，你看巴士就沿线看啊，北湖，1:80下去了，然后现在马上下来，要不然巴士再等5分钟，人六日了，台北捷运基本上都是5到6分钟起跳的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检举6:16了，那台北捷运淡水线台北站，还是在捷运外。